你不可以看，我们刚说好要回家才可以看。那是我家，他家。对。啊，我忘记了。好了，那我晚一点。我偷看。不用偷看，直接打开看。好可爱哟！那笑笑，我们一起看好不好？这是给你的。你是帅的耶，你是帅的耶，你不要给我妈妈鼻屎好不好？好可爱哟，喜欢吗？你喜欢吗？对。你有拍张小小的？有啊，他一点呆呀、啊。他真的很呆，他有很害怕吗？不会啊，我在。他看起来好像很喜欢。哈？他看起来好像很喜欢啊。因为他刚才在里面吃零食，他很喜欢。真的，宝贝，你好乖哦。跟项圈好搭。怎么还有项圈？没有，我说跟这条好搭。哦，对耶，一模一样颜色。哇！又把他们牵绳收一只。天哪、啊！天哪、啊！不好意思。还有第二张，还有一张，啊，我好不好意思哦，这种感觉好奇妙哦。嗯，不好意思，你妈妈还没有来。不是送给我，所以不要靠别人。哎，你怎么都知道我会讲什么？奇怪，那是在不能退货。啊，那怎么办？我们七月的时候去，就去可以推着去买别的东西，这还可以放很多东西。天哪，不好意思。你可以把省下的钱买 FF 十三。大家想你想下来，三哥想要下来吃东西。你知道，昨天看到猫吧，很兴奋。对，他喜欢猫咪，可是他昨天才被比比打而已。他这种喜欢猫的。谢谢，又可以带他去一个地方。我在做梦，要不要呼两巴掌？谁要呼我巴掌？那叫绿茶呼你巴掌就好。绿茶，我希望绿茶跟米糕跟其他的狗狗都可以跟小小一样幸福，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已经用了很多，所以我才会不希望很好收生日礼物。我觉得它太幸福了，要分很多幸福给别的狗。然后，因为他已经很健康，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幸福。希望有人喜欢绿茶跟米糕的同学，赶快来跟我们联络。这样，然后希望麦香鱼，希望麦香鱼会有一个就是很好的爸爸，然后充满闪光的家庭，然后有三位那个和蔼的姐姐们可以当他的那个就是终身的玩伴这样子。希望麦香鱼真的可以留在很好的闪光夫妇家里。你讲那么多，我你早就切掉了。你们两个是怎样串通好，是不是？